拜拜拜。我们这边比较快嘛，都在走。好吧。Ah!
上树，不断的上树。你再来一把。下礼拜要看我们小朋友报到报，他一次都报报我们报四，因为那时候说要参加他们军体加技展，他说你不会去啊，我说不要，然后他就讲，啊，我们先走，是不是？啊，知道吧？因为政府，那我下礼拜一见。请问有时候他也会想要来？